买奇妙，哎，好多寸呢？没小号的。对头，都是要买小点儿，因为买大了吃不完。意思主要是。对头，不然大型的也很浪费啊，好多钱嘛。买了一个小蛋糕啊，刚才去街上。小偷啷个的哟？在头闷到不闹。他买了个蛋，8块钱。又买个蛋了，昨天你那个蛋都还没。乖乖怎么回事了呀？晕车吧，乖乖。晕车了呀。哦、肯定是你们不跟他闹。没有啊，他自己在后台耍了，还得。对，要你的蛋，一天都喜欢那些蛋喽，啃死人那些蛋。有没得吧？我第三天没来见你。好，五个那边。好几天没来见了，五个。我大好久都没见到过嘞。哦，这儿有三个。嗯，十几个嘞。欢迎吃垃圾，我们爸爸开导。哦，四个没得嘞。那对，那后面那个小羊又没得。没得。那大概有好多个？可能30多个。啊，30个左右。嗯。三天没见了，准备抓鸡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乖乖。哎，还有那个黄的也大。那个叫我打过来。都是哪个呀？耶，你还有计算？那条金刀抓不到。耶，那个可以，五斤多。走，回家。五斤多。嗯。走，做个你喜欢的大盘鸡，老早都要吃了。可能超勇回来。刚好是时候哈，那种东西是不得的，哈。那个是大块才好吃的。小苹果的样子。这个是你儿子偷来的吗？嗯。好，你是哪个给你的呀？嗯。丫，我们在高楼下。好吃的糖。二嫂子，二嫂子要吃辣吗？哎，再吃点。我们考出来是顺利了哈，还
好，你今天光彩哥们。嗯。黄天宝的名。还有有同事拿证儿。都没挂哈。有。超总说的，我们那些都挂完了。刚好我们两个拿证儿，然后我们今天又生。没没，那个是刚才没多久。超勇那个只有纪念假，一级。哦。刚好我今天生了，他今天拿的假是这个。他五百哈。嗯。以前你那边那个雅学那边眼睛那些，嗯。嗯。就拿的那边喽。我说那个鸡肉吃起来安逸，有牛排。你把馒头完了，馒头你们都不要啊？我年轻时候最不吃，刚从放学到年龄，拿那个烤鸭。那该不管了，那鸡都在肉里边。今天中午不到，明天中午。我今天中午。你拿好了不？你说。我炸鸡。他那边炒点盐。今天是哪个的生日啊，盼盼？我们的。是哪个的生日，爷爷？我同姐姐的。到底是哪个？猪猪的。对呀，猪猪今年多少岁？多少多岁？七十。八十了嘛？吃嘛，给你们吃嘛。那两个等都等不及了，一天。专门当时照顾你们两个小的。来我来看看，随便拿眼给我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嘞，啊，你别拿着，别拿着。好，可以吃嘞，可以吃嘞。那个是小娃儿是喜欢吃。刚才在这儿等不及忙喽，哪敢吃蛋糕？你切多几点？我喜欢吃蛋糕，妈妈。你喜欢吃多几点？